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胸外科的赵晓菁，大家好。我相信这样的外科医生，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一定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医生，勇于挑战自己的精神，勇于挑战自己极限的这么一个医生。因为患者需要有这么一批有挑战精神的医生，去开拓一些新的东西。